孩子们，走快一点。爸爸，带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是啊，哎，你们看，这里有一条河，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条河，河里呢有很多很多的鱼。我最喜欢吃鱼了。我也想吃鱼。你们都长大了，明天呢是小熊的生日。今天呀，爸爸要送小熊一个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？爸爸，您是不是要教小熊捉鱼的本领？这就是他的生日礼物吧？对呀。为什么要学抓鱼啊？我不要这个生日礼物。爸爸，你能不能送我别的生日礼物啊？送我椰子吧。这个小熊啊。爸爸，我才不学抓鱼呢。我就不行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要有本领。爸爸，我不想学，我害怕我在这玩嘛。爸爸，我想学，我学吧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让哥哥先学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小熊，你在岸上接鱼啊。来，大熊啊，要下河，首先看看水深。听见了没有？听到了。不要着急。跟着爸爸慢慢来。来。哥哥，你要当心啊。知道，你放心吧，小熊。哦，这里有一条。爸爸，这里有一条。哇，蹦得好高啊。就是，哎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大熊，你看着啊，爸爸教你抓鱼了。这么多鱼呀。加油，没抓着。爸爸，好，慢慢来啊，千万不要着急。爸爸抓住了。爸爸真棒，真棒。抓住了。好好好，爸爸抓了好大一条鱼。小熊接住。大熊，你自己抓一条试试。好的，爸爸，我自己试试。安全。爸爸，爸爸他又跑了。抓住了。抓住了。好好好，大熊抓住了，真棒啊。大熊抓的这条真大呀。好，大熊再来。好的，我看看啊。这里也有。大熊啊，你先听爸爸讲。好的。抓鱼呢，不要着急，要动作轻，记住啊，一定要快，慢慢的过去，一下子把它抓住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爸爸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哥哥，快抓。慢慢的过去，一下，又跑了。
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加油啊，哥哥！加油啊！哎呀，爸爸还是没抓着，看来这抓鱼真的很难学。所以我不鱼。你们要学会自己找食物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嗯，好的，跟着爸爸一块抓。好的。来了来了，慢慢的过去，一下子扑上去。哎呀！哎。你看，爸爸也有抓不着的时候，但是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啊，来，啊，抓住了，爸爸，抓住了，大熊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哎呀，好大的鱼呀，熊啊，鱼抓够了，快上来，上来吧，好，小熊啊，你哥哥已经学会了抓鱼，你什么时候学啊？我呀，我不学。嗯，你现在哥哥会抓了，爸爸也会抓，我有吃不完的鱼，我才不抓鱼呢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小熊啊，你应该学的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不要再靠爸爸找吃的了。我就是小啊，我害怕，我不学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好吧，爸爸。好好，抬着你们的鱼。好。哎，好好好啊，抬好了。抬好。走，回家喽。回家喽。啊，这么多，好沉呐。好沉哦。大熊、小熊，抬好了。抬好喽。你们啊，都已经长大了。要学会自己生活的本领。哎呀对了，请巨熊来帮忙吧。哎，对呀，那快去请吧。小熊、大熊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只有给巨熊送礼物，他才会来。送礼物？对呀，他爱吃鱼，给他送十条鱼，他就会来救爸爸的。要十条鱼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只有三条鱼呀、啊，爸爸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呀。哥哥，你不是学会了抓鱼了吗？我们去抓鱼，好不好啊？对，弟弟，我们一起去，你帮我 好吗？走。爸，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只有用这个办法，小熊才会去抓鱼。我这个小熊儿子呀，是很聪明，可就是爱偷懒。哎，都这么大了，应该有自己的本领了。我想用这样的办法，小熊应该学会抓鱼的。好，放在这儿吧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快走吧。抓到十条鱼就可以请巨熊来救爸爸了，走吧。哥哥、可是我不会抓鱼啊，还是你去吧。哎，那好吧，你就在岸上接着鱼。哥哥抓那条鱼，加油啊，加油。抓到喽！真好！这里有鱼！抓呀抓呀！抓！
结束。小熊，你看，你的面前有条鱼，别让它跑了，快抓住它！小熊弟弟，让我来教你抓鱼。听我说，你要轻轻地靠近它，下手一定要准，要快。明白了。明白。快抓！小熊抓住没有？没有。那就别待着。咱们接着抓，抓它！我抓到鱼了，我抓到鱼了！小熊，你可真棒啊，太好了！哎，弟弟，这儿又有一条，快抓！抓！我帮你啊，来吧，来！抓住它了！抓住了，抓住了！抓住！小熊弟弟，你是站在水里啊，你还抓到了两条鱼呢。来，接住。我真了不起，我要会抓鱼了，我学到本领了。接住。走吧，弟弟，已经十条鱼了。来，我们赶快啊，去请巨熊来救爸爸。好，十条鱼，爸爸有救喽。他们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回来喽！爸爸，爸爸，哦，你们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，抓够十条鱼没有啊？爸爸，我抓了两条呢。我们抓够了，好好好。爸爸，我学会抓鱼啦！哦，小熊学会抓鱼了。是谁教你抓鱼的？啊，是哥哥教我的。教的是的，不错不错。哥哥，我们快去找巨熊。好的，走吧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啊！回来回来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你怎么又能走路了？你怎么又能走了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爸爸的腿根本就没有摔坏。没摔坏呀？那没摔坏，那怎么您？对对。我是为了让小熊啊学到抓鱼的本领哦，小熊学会了抓鱼，爸爸的腿就好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小熊学会了抓鱼，爸爸真的很开心呐。小熊你真棒啊！小熊，小熊，快出来！哎，快来看你的生日礼物哦！快过来吧，看看你的生日礼物。这个啊，是爸爸妈妈还有我送给你的生日蛋糕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哥哥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嗷嗷，小熊，小熊。哎，小狗。小熊，生日快乐！这个是我专门给你带的美国玉米，送给你。小熊，你又长了一岁了。谢谢小狗，谢谢小狗。还是美国的呢，一定很好吃。我走了，明天来给你过生日。再见。小狗，一定要来哟。好的。小熊，小熊，你就要过生日了，我送给你花果山的桃子，生日快乐。桃子一定很好吃的。我喜欢吃桃子。谢谢你啊，小红。不客气。再见。一定要来呀。好的。小熊，小熊，这么多的水果，太好了。小熊，小猫，小熊，你好啊，你是来给我过生日的。小猫，是啊，别带东西了，已经很多了。这可是我送给你的。哇，快看啊，小熊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生日卡片。我喜欢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拜拜。再见，记得一定要来哟。再见，再见，小熊，生日快乐！我给你送好多的红苹果，你看多漂亮的红苹果呀，是我
刚刚从森林里摘的，很好吃，你要收下哟。谢谢娇娇。谢谢小熊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嗯，娇娇再见。再见，要到家里来玩哦。你小熊弟弟，这么多伙伴送你生日礼物啊。是啊，小朋友对我真好。嗯，是啊。哎，哥哥，嗯，这礼物太多了，家里可放不下呀。嗯，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么多水果也不能一下都吃掉。就是啊。那放在哪儿呢？放在这儿？不行啊。是啊，晚上会被偷走的，那多可惜呀。不能放在这儿。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我想一下。哎，嗯，这样吧，我们呢建一个水果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水果屋？是啊，我们呢可以住在里面，而且还可以亲自守住这些水果，又不怕他们被偷走，怎么样？多好的主意呀！做个水果屋，这样就可以守住这些水果了。嗯，咱们建水果屋吧。对，哥哥，我来帮你。嗯，好的。你进步了，小熊，这一次可是又有门又有窗户啊！哥哥，水果屋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快叫爸爸妈妈也出来看看吧，嗯，多好看哦！好吧，走，我们去叫爸爸妈妈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是的，叫爸爸妈妈们也出来看一下。嗯，走吧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快出来呀！快出来看看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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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快来。哎呀，好漂亮的水果屋啊，真的好看吗？造的。哎呀，快告诉妈妈，这是谁造的水果屋啊？妈妈妈妈，是我，是我造的水果屋，漂亮吧？今天我的小朋友们送来了很多的水果，好多好多呢。我想这么多的水果放在家里放不下，所以呢我就和哥哥建出了这个水果屋。是啊，小熊真的很了不起，你看这多漂亮啊。嗯，真漂亮。真不错呀，老头子，真不错呀。是啊是啊。哎呀，孩子长大了，大熊小熊，你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生活啊，不要总是靠着爸爸妈妈。对呀，今天你们的表现很好啊，说明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。好孩子。啊，小熊啊，你也长大了，学到本领了。是啊，小熊啊，听爸爸说你今天呀学会了下河抓鱼。我亲爱的小熊，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爸爸妈妈也不再为你操心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睡觉了。嗯，好。爸爸妈妈再见。晚安。再见。晚安。晚安。爸爸妈妈晚安。哥哥，我住右边。我住左边。好，你先进。你先进去吧。哦，好吧。嗯，我先进。晚安，哥哥。晚安。
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得去看一看。哇，这么一大堆水果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的水果。是小猴最爱吃的东西。啊，怪了，苹果也张腿跑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，我再去偷。啊，小偷！啊，什么小偷？小偷在哪儿啊？啊，就是你。啊，哎呀，就是你。就是你。我们就是来抓小偷的。你们没睡呀？对。就是你啊！哎呦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小偷，就是就是就是。哎呦，你们是从哪儿出来的？吓了我一跳。我们是从你刚偷水果的屋里出来的。什么？哟，这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原来我上当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跑！怎么了？跑！狐狸，哦，哪儿跑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狐狸，来不了啊！偷东西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为什么要偷东西呀？是啊，我贼！哎呦，熊妈妈！哎呦，熊妈妈！我不是我，我不是谁呀？是我，不是我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！哎呦，什么？这！哎呀，小熊、大熊真是聪明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你们真的是长大了，好孩子们，好孩子。